静静地按下电源开关，屏幕的色彩越来越亮，在虚拟的城市找一个让心灵安静的地方。塑胶的键盘滴答发响，机器的声音温柔呼唤，抱起了不完美的肉身，越出了现实的天窗，张开透明翅膀，朝着月亮飞翔，搜寻最美一个现实的天堂，穿过世界尽头，跟随我的预感，乘着幻想的光芒。散落无数的